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阿都厨房》。我是薛薛瑞山，我是欧比斯，我是 Marco。春天来了，万物苏醒，百花绽放，传宗接代。是的，春天的到来呢，就会伴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煮的就是发春料理，发春炉。好。Hello。那谁要先煮？哇，你要煮什么？麻烦了，我懂。讲到发春，一定要有一种东西，什么？就是蛤蜊。所以我今天要煮的就是蒜头蛤蜊鸡汤。为什么蛤蜊会让人家想要发春？因为它里面有锌。哦，锌是壮阳，就是你吃完的时候就会想要啊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问题的人，就多喝。我今天会教大家。所以你就是这样子养育你的。你知道要吃之前要先调理好。哦，你好棒哦，因为毕竟也是自己要吃的东西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？先起火。我今天要的食材就在这里，咖喱，咖喱就是蛤蜊鸡，咖喱鸡。请你对广大的排湾族的族人们道歉。鸡肉，蛤蜊。然后蒜，为什么有那个拍过的蒜头跟完整的蒜头？你会吃起来的口感会不太一样，因为整粒的话，它这个需要炖很久，大概40分钟。需要炖到它烂烂。对，我很怕那样的蒜头哎，就不要了。再来就是白胡椒粉，不要白胡椒盐，然后再来就是盐巴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市面上不是有卖胡椒盐吗？我就说不要，就是不要了。你要加油吗？一二三，加油！你可不可以对镜头说，你有梦想吗？你有梦想吗？而且你今天真的穿得好专业哦。但是哦，大家不要，这很烦，好漂亮，不要。是要重新擦一下指甲油。好啦，谁在乎这个啦？现在是在乎厨艺好不好？首先我们就先起一点点油，因为待会那个鸡下去煎的时候也会出一点点油。我们就先把鸡肉放下去，鸡皮朝下哈。这肉是用什么肉？慢鸡耶，这么豪迈。啊，这好像用油锅了呢。没有啦，忘记了。哎，很性感呢。哎，你把胳膊也蛮好看的。我们在煎的同时，那个皮有一点点恰恰焦香焦香的。哎，跑出去！啊，猪蛤蜊要煮沙。对，我已经煮了。啊，猪这个要焦吗？焦啊！很多人不会啊。你们都不会，到底活着干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煮菜的节目。对。我想说，煮沙最基本都会知道，好不好？怎么吐？水加盐巴就拉拌着，准备要用到的时候，你再把它去洗一洗。只有这个方法吗？还有别的？可以加高浓度的酒，就是让它喝醉吗？对，蛤蜊是有酒味的吗？它是酒味。阿杜，吓一跳！我的笑话怎么那么灵活？然后它现在鸡皮啊，就是有点焦香焦香这样。就它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我们喜欢讲说法夫啦、屁啦，说身上会说。鸡皮啦，为什么？因为念那个不好听啊，下这个伙伴的拍碎的。哦，它是直接跟鸡肉一起的。对，待会那个整粒的呢，在煮汤的时候加进去。所以这个料理要大量的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大量才会够硬。所以蒜头多寡决定它的硬度。如果你买不起蒜头，就会微硬。蒜头也是要煎到有点点焦香焦香，吃起来的时候才会。有点大蒜的，那煮这道料理一定要带这么大的耳环吗？还要做水晶指甲，但是脚趾甲不用，因为拍不到。对，给大家放一次，不用了。有没有你们闻到鸡蒜香味？明明就只有蒜头味，你有闻到鸡味吗？有啊，然后那个鸡肉也出来啦。蒜头鸡啊，你就是先把它煎过、炸过之后，你再煮的那个汤啊，它就变白白。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油倒掉吗？不用，阿多，这个就是精华。像我们现在蒜香味已经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预备好的热水里面，因为待会要进行煲汤的东西。哎，我需要加米酒。要。米酒是什么时候加的？我会比较喜欢在汤里面。喝起来有点点酒气味，但是不是酒精，有酒香。再抽一箱就十箱。哇，好嫩！来啦，这道好像熟了。
还美啦。你知道鸡肉啊，要炖到它烂烂的，鸡肉要绿。反正这锅汤就是什么都要烂掉。对，但是人不要烂。你喜欢有鸡肉吗？那你会希望就是有腹肌还是胸肌？哦，我比较喜欢腹肌。为什么？因为胸肌太大，真的会比我的还要大。它会超过我。你可以先预定好一件事情吗？就哎，不要那么大声，因为你们没有跟我同步，我们一起。煮好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米酒。上锅前是不是也可以再加一点？那就会有那个酒味，不是一味的。你知道那个蛤蜊不喜欢吃到那种干干老老，哦，你喜欢 QQ 的，所以我都会在起锅前才把蛤蜊丢进去，蛤蜊放下去哦。这样子蛤蜊的精华会被煮出来，对啊，它的精华开了就出来了，哦，开了就出来，就像我们开了就会出来，出來我们也希望所有还在里面的人可以赶快出来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时候我们再把没有拍碎的蒜头把它丢进去里面。现在加了，你的蒜量真的用很多。对，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的。那我们这个就先拿到那边煮，因为它需要一点时间。那我们现在炖多久？我们大概要炖40分钟。哎，那这是你第一次煮吗？我煮过很多次，而且我有考虑今年跨年想要卖这个。他从去年跨年前就在讲了哟。我们家喝了，我们家会煮饺子。啊，对，我会跑掉。如果你这样子，我才要跑掉。哎，你刚好可以这样的。好，欢迎下一道料理。Hello， 现在换我了，我要煮的是多子多孙烘蛋。我们准备的材料有鲑鱼，要切丁，菇菇。这是什么菇？这个叫五菇，跳舞的五菇。哦，我以为是六菇的。还是五姑姑，哎，五姑姑，还是五姑姑姑姑，你们要闻到我的鸡汤味了，它出来了，好香。现在是我的时间，你真是无时无刻都要去喊镜头。哎，有番茄呢，为什么你的番茄那么小？这个只是点缀用的，重点是我们的菠菜一定要不留它的梗哦，只要叶子，只要叶子。多子多孙烘蛋。那为什么会多子多孙？我们前面有帮他复习，我看他有没有记得。因为菠菜里面有叶酸，还有铁跟什么？好。好。那叶酸可以干嘛？叶酸可以。好。硬邦邦啦，把烹饪督二脉，尤其是生殖器官那边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会一直围绕在生殖器官。我们今天就是发酸料理啊。今天讲的开始讲。因为现在人都有文明病，就如果今天就是压力太大，或者说饮食不正常、睡眠不正常的话，其实男性的性功能障碍，像是这边人都有啊。年纪越大越会啊。像菠菜，我们都是一个月是一顿一顿在叫的。阿都是一个货柜。那你的样宠呢？阿都样宠是卖的。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？瑞佳前阵就是住院，然后就是他发高烧，医生也找不到原因，就一直给他检查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不是他在煮架？我跟大家西医说完就归零了，可以继续聊啊。就是、身体发炎指数非常的高，然后大家都很担心，说到底怎么，医生也查不出来。后来发现呢，他是被恙虫咬的。而且为什么会发现呢？因为你的腿上的伤口是黑色的。我在睡高高的时候，医生就有摸了一下我的脚，他就摸到了，他就说，你这疑似是恙虫咬，所以我就有现在这样的体态。他是摸你哪里？腿吧，还是耳朵？理发姐，其实他就是摸比较看不到的地方。看不到地方像大只窝。他就因为生这场病呢，他大概瘦了5公斤，然后他现在就开始在做一项生意，理发恙虫。恙虫，一只多少钱啦？一只现在是已经涨价到150。不是原本200块吗？那个是那个阿杜之夜有特别优惠，是一支100。哦，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就是在下面链我寄过去。一支大概会瘦几公斤？一支大概是5公斤到6公斤啊。好啊，现在炒了鲑鱼，炒了香菇，现在炒菠菜，我们要把它炒到烂烂的。多烂？跟人一样烂。可是菠菜如果先烫软的话，你之后就不会有那个菠菜的涩味。所以菠菜很涩，不可以涩涩哦。但是你喜欢被涩涩，你加一点胡椒，要盐吗？对啊，要，还有加胡椒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胡椒盐。你加了黑胡椒，又要再加胡椒盐了。这个里面有特殊的味道，五香。不知道加什么就加特殊的味道。哎，闻起来蛮香的呢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要加什么？我要把番茄下去了。现在吗？会不会早？就你要先试味道，你要先试味道，要管它。我还没加牛奶。为什么会有香味？我还没加。不要再跟你们助理混在一起了。胡椒盐都在这里，你要用这个先把那个胡椒盐冲上去。
啊，那个不是胡椒盐吧？胡椒粒？不是吧？那是那个锅铲就长这样，锅铲长这样啊！哦哟。前两天去录影呢，那个朋友就问他说：“啊 ，Obis 回来了吗？”然后结果他回了那个人什么话呢？讲他还在山上录影，演员助理。而且你知道他录影的地方是 Google 找不到的哦，那边可以钓鱼，可以唱卡拉 OK， 加牛奶加盐，好的啦，不会太咸，你有胡椒盐，因为他等一下还要跟蛋粉合在一起，看起来很好吃耶，好有味道，很好吃。你当时不是要加 cheese？对啊，它 cheese 它也有咸味，不会，它这个蛋很多，我们总共打了八颗蛋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多子多孙嘛。对，所以很多蛋也是代表补充蛋白质，煸炒，然后顺便把鲑鱼肉用碎上。没有，是因为我刚刚炒一炒的时候去煸碎，我想说一久都不说它一起煎碎，这样会很像炒完蒸。不会啊，它是烘蛋。烘蛋。哎，我现在去看一下我的鸡蛋。你看，很美吧？有吗？你要在控制我的。好呀。所以牛奶只要一点点，牛奶只要提味而已。那为什么又要洋葱？不要再控制我的料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蛋混合进去。啊，你要怎么烘？用烤炉。对啊，我烤箱已经预热好了，200度。他刚刚讲的200度是你看他的表情。200度。你看哦。要先放凉再淋上去吗？对啊，至少要放凉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蛋就熟了。可是那个口感就有差。啊，如果这样加蛋下去炒的话，就变成什么？炒蛋。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问了一个很烂的问题？因为我觉得用炒蛋应该也蛮好吃的。你可以对你刚刚的发言道歉吗？你是说开冷却，不是岩浆好吗？不是啊，你前面说要冷，现在就不用，现在就可以了啊。所以你的cheese是铺上面，不想把它就是撕成一碎一碎的，它就撕碎就好，撕一碎一碎，可以两碎吗？三碎三碎。奇怪，你今天都在开数字的玩笑。硬邦邦的蛋，你知道 Marco 多过分吗？他又跟他们讲说要去买大蒜，然后他们就买了一条大蒜回来。他只要用到这样子，然后他还怪我们说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大包，我就说他就是一根，他是只要那个后面那个白色的那个。没有，我说蒜苗现在很贵，讲讲是你要细一点的哦，没有长那么细的，我看了每个人都很粗。哪里那么好？部落有一个妹妹，她就是还在开始学讲话，然后她就唱了一首歌，叫《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大力气》。哇，那么好的事！她是念不清楚，然后但是她的那个口音，哎，这样塞住，你说垂手可得，所以这样就好了吗？对啊，可以的。好，我再喝牛奶。我想说，现在没有我的事，我要先想起一下。我是不是在聊天？有啊，我已经在听啊。我刚才想说他知道在加。对，我也是觉得。加重点。要再加多一点的那个蛋。够了啦，够多。因为它一定要膨胀。我还怕膨胀的时候跑出来。这样跑，这样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呢。热痛痛。烤箱200度，然后烤20分钟。所以200度就不是 Super Idol 了吼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好了，接下来放 Marco。所以你现在在做蛋丝，你也是很高纲哎。然后你看这两个人，没有的事。这段感觉蛮漂亮的嘞，对啊，大家就可以吃了。啊，蛋丝要调味吗？不用啊，因为等一下你要跟那个豆腐一起烧。哇哦，会成功吗？用夹子，没有，你直接去拔啊！就快点来救我！会吗？会不会成功？会耶！好强哦！我真的会掉到地上哎，你很厉害耶！拜托吉的赫伯，你是嫁了三个老公了，哎，还没啦！好了，再给他尖叫一点好了。所以你的蛋蛋黄要丢去哪里？里面。你在忙什么呢？是可以了啦，放在一个砧板上面放凉之后切成丝。什么幻觉？你有没有高手啊？好了，半切啦。半切。0.几公分。2公分。等等等等，再小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样。因为你聪明哎，你知道要卷起来。你知道因为我怎么样吗？嫁了三个老公。老公呢？居住人王。你那个蛋要干嘛？我要淋在那个豆腐上面，你就淋啊，你就淋了。不是，我是不分。好，好嘞 ，Marco 要煮什么？舒服
九九，那个九？韭菜的韭啊，还有一个舒，舒服的舒啊，豆腐的腐啊。那我要先介绍我的材料，我的材料当然就是要主角就是板豆腐。哎，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哎，板豆腐跟豆腐，嫩豆腐是嫩的啊。阿杜，我要生气了。嫩豆腐就是嫩的，板豆腐呢就是板的，臭豆腐嘞，臭的。这是蒜苗，它一样还有大蒜呢、啊，切成蒜粒跟蒜片，利用烹调方式让它有不一样的口感。嗯，烹调方式都懒了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刚 Obis 煮菜有剩一点蛋液，我们就把它用成蛋丝。所以我们先把一些蛋液，你现在要直接领了，我以为你是起锅前要放哎、欸。你可以不要管。好哦，所以这样子就好了。你现在是要让它均匀的都有沾到蛋液，其实好像一颗蛋就够了。在吃番茄，你要不要在旁边打麻将？那我们现在调酱汁，先加酱油30，没有这个匙吗？没有，应该是用大匙了。但是大家还可以调整味道啊。那这个蚝油呢？一匙，还是不是太多了？你是一匙多喽。有就好了，再加一点米酒。哇，下重本，然后呢？加一点少许白胡椒粉，好香哦。那那个开饭是不是要烤焦的？哎，你的烘蛋好像快好了耶！加水，加水，加水。我试一下味道，嗯，可以了。我们先煎豆腐，让它有一点薄薄的蛋，滑滑的口感。哦，要把豆腐加上，这样是不是也会防止它粘锅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看食谱就是这样的。这你没有做过？第一次哎。没有啦，烧豆腐做过很多次，可是韭菜的我就没有做过。是哪种烧？这种烧吗？这样子的，这种的。啊，这个蛋液呢？浪费食物。好像臭豆腐啊、哦！好像板豆腐也是臭豆腐啊？是吗？就是稍微煎它一下，煎到金黄色。哇，好香哦！要不要用夹子？懂，这是干嘛？坚持，还是你用手？很烂，你们真的？好，切到金黄色了，可是颜色很美，这样哦，哇，好漂亮。然后我们就把豆腐都拿起来。20分钟到喽，多子多生烘蛋，哎，很漂亮哎，你看。超会搭哦！不会，它没有超会搭，这个颜色是很正常。熟吗？里面有了，我们再把它焖一下就好了。又放回去啊？对，我们把那个蒜片先煎到微焦，一片片的感觉。哦，你是说哦，一片一片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要，我们现在爆香我们的料，我们加一点点油，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加蒜粒、辣椒。你在加什么？加糖。加豆腐，哎，感觉很好吃哎，像。因为想说不让它均匀裹上，我们就不要用锅铲。手还有力。你看，你们觉得它加了糖之后，它颜色变得比较亮一点了吗？有。它这是什么？蒜苗，就是买很贵的那个蒜苗。你看它只有用这样子而已。这样子之后呢，把这个我们刚调的酱汁加下去。哇！烧它。咕叽咕叽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用大火把它煮滚，然后去烧干那个汁。烧干哦，收汁啦。烧干的台语怎么讲？修干。我刚想什么？修干。香干。香菇。什么？修干啊。香干啊。我们这时候把那个韭菜比较硬的加下去。硬啊。完美。好。哦。你看他的表情吗？完美。烧到收汁到一定程度，先加蛋丝，最后再加韭菜。蛋丝可以吸它汤。啊，蒜头片到底要干嘛？蒜头片就是在最后上锅前再撒上去，然后刚刚搅拌均匀。你吃的时候怎么有一种软软硬硬的口感？有没有？有吃了，好像有点辣。它要到多干？就是一种自由新鲜。像拌面吗？多干？大概45到50岁。这感觉很好吃。你是不是蛋加下去，它也会吸它的汤？对啊，所以要等一下。哇，这感觉很厉害耶！而且感觉很下饭。加蛋吃下去。哇哇哇哇！怎样？这也是火吃？有辣。哎，这火怎么很小啊？都是瓦斯快没了。哎，火很小呢。哎，好像快没了呢。赶快把你们的菜煮完，我们快没瓦斯了。它都没有火了。还是用电磁炉。
阿户可以把人家饭店的瓦斯刷了。当当咖喱焗，这时候就是煮好的时候再做调味，加什么？白胡椒，提它的味道，然后跟盐巴。就是要起锅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炖很久嘛，炖有一段时间，所以用它这个余温去把那个蛤蜊烧开，多汁汁的蛤蜊，很香哎，好好喝，真的吗？我好期待，加蛤蜊，就大家煮开就完成了，对，蒜头蛤蜊鸡，好了吗？孔正好了啦，等一下，你要再缩干一点点，它会再滴大概一公分这样。他每次煮菜都要用公分数，我也是吓一跳了嘛。你这个很物理，这个板豆腐几公分？你再给我讲公分，就拿起来量。不是，就是一种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加韭菜下去，韭菜切得很漂亮哎。你手真的很有力耶 ，Marco。快40岁了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。哇哦，完成。很香，真的很香，舒服久久，让你硬很久久。蛋壳都开了，是不是很美？蒜头咖喱鸡。我还没有加葱花。最后撒上我们的葱花。放置汤至中间哦，完成，看你的嘞，我看我也好了，多子多孙烘蛋，阿公那个是可以直接放在桌上吗？哇哇，这个酱好吃，哇哇耶！发春料理煮完了，真的吃了会发春吗？我们就来看，因为我们家这个桌子啊是大理石的，如果等一下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它被抬起来的时候，哇哦，阿都会大卖，我会笑到，一定最高。我想要先喝汤，是你们真的是大展身手，我们真是专业，我们随便煮的，好了就好了，再夸的时候就好。身上真有银哟，淫荡的银。哇，好鲜哦！这个会变变丢哎。哦，好好喝，而且不会太咸，混合得很完美啊。没有谁抢谁耶。阿布这个可以卖，还是我跟你买食谱来卖？而且你看它蛤蜊都不会那个干掉，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很嫩吗？因为我没有一直在大火去煮它。如果你一直用大火煮它，它容易变柴。而且你吃它的蒜头，入口即化哎！你看那鸡皮真的好 Q， 这个冬天吃超好的，就是增加免疫力，补身体，然后晚上又可以。我想吃看它当时的蛋，怎么子子孙孙呢？这样多子多孙，完全变蛋，就是很香的蛋，它是有点复杂，多复杂，跟你的感情状态一样。好好吃啊，可是少了一点点奶香味而已，可是有起司的味道哎，最好吃的了。对耶，你们好吃。奶香味，那个牛奶跟芝士，好吃哎！这个推出去的话，就大家会觉得说，你好会煮哦！这很适合配白酒，因为它有芝士的奶香，然后又有鱼的海味。这个拿来招待客人或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而且它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变啊，你可以换自己喜欢的蔬菜。有件事情我要先解决，好像用气炸锅也可以。可是我真的发现到气炸锅就炸出来的东西，我讲那个。不够过瘾，因为你用气炸锅炸的薯条绝对不会比用油去炸的薯条好吃。他说没有那个气炸锅的影片，尝尝。我们现在试试看。现在我们要吃的叫做舒服久久，吃了之后就可以让你舒服很久很久。也好吃哎，哇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也不会很辣，好下饭哦。它的酱汁真的哇，老公这个很厉害，跟着韭菜一起吃，或者煮阳春面拌食哦。中间三道都好成功啊，很棒成功。你们知道声音吗？很饿。久久不见啊，杜叔宝很久没拍，还是有很多压箱宝。毕竟平常很需要这样子哎。对。阿杜，他下次看到是三道菜，他会吓一跳。我要晚三天。可以耶，情侣之间可以煮这些菜做暗示。我今天要你入菜。就是那个佳肴，好，今天煮的八春料理大成功。
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些菜学起来，然后食谱呢我会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里面。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欢迎煮给那些人吃，或是你也可以暗示你的老婆说，你看这个影片，对，哎，然后你可以留言就说，如果煮了看有没有，或是几次，哎。阿嘟厨房，我是萱萱，我是奥迪斯，我是 Marc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发声起来，是明年了吧？生孩子的话，年底，不可能是天蝎座吧？天蝎不错啊，射手，天蝎不要吧？你说恋爱吗？还是朋友？嗯，朋友。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你怎样留守？没有，确定？没吃啊。他在故作坚持。确定？没吃啊。